咱顺势，第三个几个拢在希望的大赚钱。好。我觉得柯文哲根本就是买空卖空的，他自己一下说是蓝，一下又是绿啊。现在的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，政党推出候选人有政纲有政见，那你可以看到柯文哲忽蓝忽绿，也没有中心思想，也没有核心价值，他这个才是不可信赖的。我觉得姚委员这个时候破釜沉舟，他辞立委啊，这表示他参选到底的决心，他不是打假球，这一方面我们要给他肯定。那你开心吗？开心他辞立委吗？我觉得这个就是民进党自己中央要了解基层的这个心声，不应该再去啊操作什么弃保这种情形，这样对他们自己的党员姚文智啊也是不公平的。吴翔辉的脸书上有喊说弃科保姚，你怎么看呢？我觉得这个时候不管弃什么保什么，我们应该是弃台湾经济的落后，弃台湾的低薪穷忙，来保经济发展，保我们的安居乐业，请大家支持丁守中。我非常感谢我们王院长，还有我们那么多的委员同仁呢、啊，大家一起帮我，还有我们的议员呢、啊，我们的里长，大家群心群力，我们来打好这场选战。国民党强就强在有组织。